金曲歌王曹格和前妻吴素玲育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两人在去年11月离婚，结束双方长达14年的婚姻关系，恢复单身至今。大约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他，常常会在社群平台和粉丝分享他的生活近况。5日，他忽然透过 IG 现实动态晒出一张外出用餐时在店家内所拍下照片，只见他用手机拍下和他一起吃饭的长发女子夹菜时的画面。特别的是，他同时还在照片中甜蜜附上文字，表示对方是他的女朋友，并附上一个戴着墨镜的可爱表情符号。不过他也同时和大家解释，其实照片中的长发女孩是他的宝贝女儿 Grace 啊，原来是和宝贝女儿约会，享受甜蜜又幸福的亲子时光。